2019年 TFBOYS 在音乐、影视、综艺、时尚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傲人的成绩，他们一路用努力和汗水收获了无数的掌声和认可。欢迎 TFBOYS， 欢迎他们，同时把尖叫声送给他们。我们有请 TFBOYS 来到我们的签名版签名，并且来到我们的留影区。其实每年在他们有上春晚的这个舞台的后台，都有幸能够采访到他们，真的是一年又一年看到他们有更多更棒的成长。我们作为粉丝，真的有一种看着家里的小孩长大的感觉。尤其是2019年三位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发展，我们也期待2020年的他们可以大放异彩。好的，再次欢迎三位。接下来即将走上我们的红毯的是我们的战神张震，有请。